唱一首歌啊。肯定疯不了啊。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，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。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，只想有人在一起，不管明天在哪里。爱从不容许人三心两意，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，错过多可惜。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，能不能有人告诉他，别让我伤心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，他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心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哎，我看到徒弟送樱花了，徒弟不错，我都能收到樱花哎。红钻好像直接是那个续费是给的红钻券，续费以后就变成红钻了。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，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。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，只想有人在一起，不管明天在哪里。总不容许人三心两意，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，错过多可惜。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，能不能有人告诉他，别让我伤心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，他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却不让你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感觉他像一定要说服你，他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这么看来，有红钻的时候送礼物要慎重啊。YB 可以充